我看往深山走，我不能走回头路了。对对对。那车子可以上去吗？有人接你吗？对。有狗来追我，有狗来追我。一个人每小时大概可以走4到7公里，有另外一种说法，一个小时可以走6000步左右。今天吃我们的比赛就是一个小时谁可以离摄影大哥最远，而且离起点最近的人将要被处罚在阳台24小时。那么甜甜、Pola、茵茵三个人在这一个小时自己决定要走的方向，而且在路途中不能使用手机查看地图或定位，那么吃货们会遇到什么事情呢？现在开始在留言处预测这一次逃亡大赛的获胜者是谁。比赛开始，甜甜你要走哪一个方向？要走前面。你要走哪？你要走那，那我要走这边。好的，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，可以，跑我刚刚似乎看到莹莹在用跑的，但是甜甜还是慢慢走。然后我现在也是在慢慢走这样。往右边走，左边。大家，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，就是我的 GoPro 竟然宕机。你看，我真的是傻爆眼，我刚刚花了十几分钟在搞它。好，我现在要先用手机录，但我很怕我的容量不足，你们知道吗？怎么办？怎么烂 GoPro？ 烂 GoPro， 烂 GoPro。我刚刚还在想，我走了一小段回头路，我会不会是最后一名？没有人传讯息给我，所以我不是最后一名，好不好，大家？今天回去要好好抬腿，那个小腿肌一炸裂。我应该要问一下路人，但我记得是这个方向没有错。刚刚吃完东西忘记擦嘴巴。不好意思，你们是当地人吗？对。那个大溪桥，那过那个在哪里？你等一下走到那边就有一个地方是可以下楼梯的，那个就是大溪桥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跑起来。他叫我这样子走。快速前进，我已经刚落后很多了。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走对嘞。我真的不想输，那24小时住阳台，什么生活啊？如果下雨怎么办？啊，看到大溪桥，我过那个河就可以感觉走很远吧？希望我这个决定不会是错的。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在跑步？哇，好可怕哦！先不要跟你讲话。啊，看到大溪桥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过了这个桥，看起来是不是很远？可以慢跑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们慢跑好了。好累哦，我跑了。20秒就有点累，等一下。有一次我就这样子，然后走在那个瓷砖上面，然后就跌倒，直接脑震荡，还送医急救。Go go go！不到20分钟了没？我决定呢，等一下呢，录了5分钟之后先关掉，再重录，因为我怕大家如果真的没有容量的话，会连档案都会没有。好，重录。我
知道会不会有路人说小姐需不需要帮忙。那这时候我应该要坐上机车吗？违背自己的良心吗？真的是认真跑起来。就刚刚看到一个路人在看我，不知道拿着相机跑。哇，现在路上有狗不敢跑了，完蛋了！希望它不要靠近我，我会崩溃。跑一下，再跑一下，快点！因为我觉得我落后蛮多的，光刚刚在。啊，电话？什么是我吗？难道是我吗？啊，这边是死路。Fuck！ 真的是我吗？喂？我是最后一个吗？你刚刚二十分的时候是最近的。我是最近的。二十分的时候，等一下四点十分的时候，我会再打一次电话。好，到时候再接电话，拜拜。我是最近的，我还这么，他们两个也太强了吧？为什么我是最近的？我走这么远嘞。GoPro 都坏掉了。好，我刚刚收到了一通令我很开心的电话，就是摄影大哥他打给我，跟我说我不是最后一个。但是因为他打给我，是因为他想要告诉他怕我的手机没有通，对，所以还好我手机是有通的。他只想要确认我还安不安全的活在这里。然后呢，刚刚接电话的时刻是四点整，所以我们是三点半出发，还有三十分钟要走。OK 的，我不是最后一名就好了，因为我没什么在跑，我很怕我是那个最后一名。怎么办？我觉得前面好像是山路啊，前面要往。石门水库就是要爬山。故事告诉我们大家，选路很重要，选路很重要。我还以为是这一大哥他们，原来是灰色的车子。如果真的他们的话，我就真的被整了。还想说，如果我没有接到电话，我可以休息一下。先来看一下，那我已经走到深山里了。好，我再跑一下好了。虽然最后一名刚目前不是我，但我觉得，因为最后一名听到了，所以他就会跑起来。干嘛、啊？要不要再玩一层？往那边是去哪里？往那边是去哪？你要去哪里？我没办法，我只能走离大溪桥越远的地方。我在比赛。哪边最远？南坑。三坑。三坑那边比较远吗？对，最远就可以到石门水库去。那边有小路吗？就靠走这一条这样白线的这样行走了。右边啊、哦。你就靠这山白啊边啊行路啊。啊、哦，所以我懂啊，所以我等一下这边要靠中，就是直走就对了，靠这个山边直走就好了。真的吗？对对对。那车子可以上去吗？有人接你吗？对，所以我现在要这样走。对，一行你就一行你就往，不然你若无山坑老街，要怎行？我跟你讲。好，多谢。
我要走到三根老街，大家跟着白线走。我一定是智障，大家，我一定是智障，我才会走山路。你们看这个山路，我准备要往山路走了，重点是山坡的山路，好可怕，我这打雷，哎呦！不知道我这样走到底是不是对的，好可怕哦！不知道这个山会通往哪个山？等一下啊，他们如果知道我走来山路，他们一定会说我是智障，自讨苦吃。我安静的走过了这个部分，估计他们赛跑就是兔子哈，一开始跑很快，可是呢，他就觉得乌龟走很慢，他就想休息，他就去树下等，就睡着了。结果乌龟就这样慢慢走。走，他竟然超过兔子，往终点线跑了。所以这场比赛最后是乌龟赢。大家，这个故事告诉我，现在我不能因为知道我不是最后一名，我就买下来。好，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呢，其实有点无聊，所以我才一直讲话。大家都说。我看起来很像娇娇女，不，我爱挑战我自己。我只是长得像娇娇女而已。告诉你，我不会放弃的。还好我没有用这个 GoPro， 可以跟 GoPro 讲话，不然可能会无聊到爆炸。哦，那边有那首歌，你看。希望我不是被整。我现在只害怕是我被整。第一次这么想家，我出国40天也没有想家，大家知道吗？我还觉得，好像可以继续玩哦。但我现在真的他妈家，大家骂脏话了，真抱歉。我看往深山走，我不能走回头路了，好可怕。其实有点可怕，真的是有点可怕。我发现它不能翻转哎，所以我只能这样给你们看。你看，有看到吗？我觉得我不行，再跟你们讲话了，我要先认真走路。其实一个人走在这个山上很恐怖哎，他那边有更陡的山，我绝对没有要上去的意思。好远啊！这路有点小，可怕啊！还有不是晚上。是我。喂。喂。是我。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那个现在是40分的位置啊。对。你的距离是最近的。认真。好。那等一下，那个1小时的时候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，就停在那个地方哦，知道吗？等我确定一下位置哦。他们也太强了吧！1小时的时候，我会再告诉你怎么做，就这样，拜拜。拜。哇塞，他们是不是在整我们？他是每个电话都打。我觉得我走很远了耶。我怎么可能？我走超远的 ，Come on。
你们看到那面墙吗？啊！我不想跑。剩下20分钟了，大家加油！就算我知道我现在还是输了，我还是不会放弃的。好吧，运动加精神。但是我应该要走那条路啊，那条路去哪了？感觉离那边会更远，是我怕那是死路。我如果真的走上山，我觉得更可怕。没人啊，给你们大家看好不好？我回来了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我越走越近哎，30分钟，好，走就对了。他们还在我，一定觉得我很屌，我自己叫，一定觉得。我们走到这，我真的是白卡。哎呦，我的脚断掉了，我的天，越来越抬了。昨天看到一个很冷的笑话，女儿跟爸爸说在下毛毛雨，然后他爸就说。好，我不讲了。我忘记了。我真的越走越慢，因为我腿好不对，然后痛。我跟你讲，大家小时候呢，我就是有一次被这样子，就是狗狗这样冲出来，吓到追我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怕狗。这个山路真的无止境哎，我的天啊！给你们看看风景，虽然我要输了，但还是要给你们看看风景。哈哈哈，笑完笑带过，挥挥衣袖，没事的。如果等一下森林大哥没办法进来接我，我就要再走回去。这边有个阿姨，如果等一下森林大哥没办法出来载我，就要请他载我。这路也太小了吧，这应该只能卡多拜吧。越走越小条路，阿伯，你讲讲对啊，白色的线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最好是有办法到啊。好，现在怎么走出去？不管，这次我这条路可以走啊。我明明就，大家看一下好不好？大家看一下。我刚刚从这边呢，走到这边这样子，那么远了呢。他们两个是走多远？好强哦！加油，加油！一个女孩子走在这边，其实有一点可怕。不会啦，这边很安全。
没事。剩下三分钟了。的感言就是，如果我等一下输了呢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挑战一下自我，24小时。不要怀疑，是山路。如果我输了，我也认了，好不好？因为这真的是山路。重点是，你们知道，我连想休息，然后没办法，因为没有一间便利商店可以让我进去吹一下冷气。我真的超热的，想看到我的汗吗？我是最不会流汗的一个人。为什么这些人都没有人留停下来关心我说为什么我在这里走路呢？为什么？不会觉得一个女生在这边走在这个山路上很怪吗？怎么没有人停下来问我？给大家看一下，测一下美车，看一下风景。大家好，不知道40分钟了没吼？各位，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？我看到了久违的红绿灯，山路不会有红绿灯的，好不好？所以遇到红绿灯呢，表示什么？表示山路要结束啦！红绿灯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到，还是有点距离吧。扒什么扒？在对象还扒？哦，我想到了，刚刚是31分开始的，所以，但我不知道现在是几分，因为我手机在录音。这里好像我有来过有点熟悉。前面有一间 Seven， 但我不能休息。有一个人车子开很慢，我以为他要打开窗户下来问我需不需要帮忙之类的，结果他还是默默的开走了。他不要载我一下。4:30，剩下1分钟了。喂，停止吗？你那边都是钱是不是？对啊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找个地方休息，我们会去接你。好，游戏结束了，拜拜。游戏结束。来拍个后续好了，刚刚接到电话，我们现在可以自由的找地方休息玩手机，但是给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荒郊野外，请问我要去哪儿找地方休息？好远哦，这边到底是哪？傻眼，没办法了，我在这边等他们，然后看有没有。有没有好心人士可以来接我？恭喜你们完成了1小时的条网挑战，今天最输的人是莹莹。
莹莹将要准备进行下一个特别的企划，是阳台24小时的挑战，我们将会到时候再拍摄给大家看，敬请期待。不要不要跟我一起这一次一小时的逃亡的比赛，其实虽然是你们三个人的比赛，但是你们其实是生命共同体，虽然你们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各自去努力，但最后我们大家还是会一样的成功的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念一下名字。对，没错。眼药水。等一下，我刚刚在影片里面有讲这句话。那个成功，不管走任何道路，我们还是会成功的。我还说不要放弃。不知道。我们都讲差不多话哎、欸。好的，那我们最后跟大家说拜拜吧。好，大家想要记得在下面帮我们点一圈，让我们去拍下一期，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灯。那之后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